好，来，我们看2014的这一题。OK，他说 A B mark on Cartesian plan，然后 T 是五减二，然后 R 是90度 clockwise center at B，然后他现在有的是 RT 呢，就是先做 translation，再做 rotation，所以五减二先，OK，他要的是 coordinate of point A，五减二向前走五，向下走二，一二。三四五一二，所以这个是我的 A prime，所以我的 A 的部分，我的 A 去 A prime 的时候，它会变成了40，OK，然后它这一个是 T，它先做 T 一下，然后接着它就 rotation 的时候呢，就这一边，OK，然后它要的是什么？它要的是 clockwise 顺时哈，OK，所以二 E 变一二。这一边，这样，所以这个是我的 A double prime，然后它这一个是三 E，然后过后呢，R 二呢就 R 了再 R，所以 R 二呢 B 的部分它 R 二呢其实是 R 了再 R，就是它 rotation 了再 rotation。所以 rotation 啊，在 rotation 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是180度，它这一个90度顺时再90度顺时呢，它其实是变成了那一个180度 clockwise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其实不用怎样做了，我这边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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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我的 A double prime 就是在这边，OK，因为它在这边它等下，哎等下，一二三一二三这边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这个 A double prime 就变成这一个，就是说我的 A 去到，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，我的 A double prime 它就会是50，然后它其实是这样，在这一边这一个，直接这边180度顺时，OK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其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，OK，然后还是这样吧，应该是这样。这样，二四五格，二四五格，不准了，四格半，四格。四格，粗一点，四格粗一点，对，OK 好，对，所以它这一个呢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它在这一边，它的这一个其实是这样，OK，所以它来到这一边，这一个是我的 A prime，90度顺时，所以它的这一个的 A prime 呢是五六。然后50这个这样，OK，所以来我们看到答案3D 50 5644对了，来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边，它有这三个 trapezium，然后它说 PQRS 是它的 image of ABCD，这个是 object，然后它是 combined transformation MM，然后它叫你 describe。所以我的 MM 的时候呢，首先它是先做反射，OK，这一条是我的反射轴，然后这边这个是 Y，这个是4，所以这一条线是 Y 等于4，然后这边244格，2468格，所以我的那个 scale 呢是 image per object，是8格4等于2，所以在这一边我先做 M，我先做反射先。所以我的 M 是什么东西呢？我的 M 是 refraction on the line y 等于4。然后我的 N 是什么东西呢？我的 M 是那个 enlargement with scale factor 2。
三颗 S 的 coordinate 是什么呢？S 的 coordinate 是那个一逗号五。OK，这一个是我的三的。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说这个 P 来 T，然后 VR 这边 V Q U 这样的东西。好，所以我们的 center 是在 S。然后题目告诉我什么呢？题目告诉我它的area 是三十 meter square，A B C D 是三十 meter square。area 有 shaded region，所以我的 AO 会是三十 meter square，我的 AI 等于 K square 乘以 AO，所以它是二 square 乘三十，120 meter square。所以我的 area of shaded region 是120减三十等于90 meter square。OK，好，90 meter square。然后 reflection on the line y 等于四，然后 scale factor 二，然后 SEO enlargement。OK，好，就是这样。